嗨，大师丫丫，今天呢，难得要跟大家来开箱欧美彩妆，很久很久没有化浓一点的妆了。那刚好呢，因为我有收到 Sephora 的一箱彩妆，欧美彩妆，然后呢，我有收到 Ofra 的彩妆，所以我想说，哇，他们两个凑一起刚刚好，看可不可以完成我整个脸的妆容。好，那保养的话，因为我已经擦了保养，也擦了防晒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之后再抽奖给大家。但是呢，我有看到这个护手霜，说是可以保养手跟指甲的，我想试看看。护手霜永远都不嫌多，里面要打开，这个质地呢长这样子，会不会差太多？柑橘味很浓，可是呢感觉是一个蛮细然后吸收的护手霜，我觉得质地还蛮不错，手变得嫩嫩，然后很吸收进去，可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很像柑橘糖果的味道。然后呢还有这个 Tarte 的护唇膏，长得也太华丽了吧，闻起来像什么草本的茶，不过哦，好亮哦，超油亮的护唇膏，有点像擦唇蜜哦，会凉，我觉得不黏腻，只是就是很厚油感，可是不是粘稠感，其实还蛮舒服的，然后凉是微微的，还蛮微的凉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只是它的这个盒子啊，就是感觉好像是纸盒，它不是说塑胶的那一种。然后我有看到这个 Tarte 出这个很像是妆前雾化毛孔的东西，这是霜状的，然后它下面有一个粉扑，我想要试看看。我现在是已经擦了防晒，就是我最近在实验秋品节防晒，今天擦的是爱芙美的超轻感那一个，真的这是干的超快，可是呢我的嘴角这边啊有一点点起屑，不知道是原本的脱皮显现出来还是怎样，油油滑滑的质地，再近一点，这个毛孔来咯，看起来也比较雾化一点，就这种丝柔滑滑的。这支护手霜如果有其他口味，我觉得是会想要入手的，觉得它真的很润，然后很吸收进去，就算你这边有一点点手汗，你不会觉得好像太厚的感觉。然后呢我还要收到这一条 Tarte 的底妆，软管的真的比较省空间，这个色号是 22N，上面呢写是遮瑕的系列，它质地我觉得有点像轻乳霜的那种感觉，就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厚，上起来是这样，没上，跟有上，我觉得它上起来就是 OK 吧， OK 的一个粉底，可是因为他们是在台湾没有正式的柜嘛，所以呢如果呢不是质地啊特别的令人惊艳，一定要拥有的话，你就不一定要在网路上买粉底，所以呢这不是那种值得你网购冒险去买的粉底，走还蛮自然路线的。然后呢有收到也是 Tarte 的两条遮瑕，包装长得很像，可是呢这个这边多了一些字，我先试这个看起来是原版的，超粗超大，还好一点香香的味道，好大，很不小心就会哇，这个颜色太白了，一定不行，天哪，白到跟白色一样，完全行不通，这个就是你看有黑眼圈，然后你应用太白的遮瑕遮，变得这边有点发青发霉的感觉，这条线反而看起来更脏更明显。另外这个新款的色号是205，来试看看，为什么都要这么大一根就会很害怕，像欧美他们都会这样画一条画一条画一条，我不敢相信他们本人是长怎样，我觉得一定很厚很厚很厚，因为我连打这样一点点都觉得天哪太厚了，这个质地我觉得好像比刚刚那个还要再好推一点，但是一样是超级白的那一种，没有办法，天哪，那个爱芙美的防晒让我这边超级显死皮了。今天没有眉毛产品，所以我就自己先画眉毛完成了，在我有看到 Ofra 这一盘看起来好像一个非常实用的盘，好像你可以修容，可以当眼影，然后你又可以打亮，这样呢是这三个的颜色，我记得这个打亮我以前超级爱拿来打眼头的。我来后看看鼻影，如果呢粉质不错的话，感觉真的是可以带一盘就可以出门了，直接完成修容打亮然后眼影，看起来修容效果还蛮好的，脸也上一点修容哈，还好它够大，脸刷也可以沾，这个修容色真的还蛮有阴影感，鼻子上一点打亮，超级亮，我想要用这一颗然后单上整个眼妆给大家看，粉稍微偏松一点点，在眼睛上就是有点金棕色，粉质我觉得是有显色且蛮好晕开的，
然后我自己幻想呢，就是我只需要这个颜色，然后顶多后面这边多叠一层，然后呢就可以拿这个打亮的颜色打一下眼睛啊。我就记得这个卧蚕色非常的漂亮，超亮的，好怀念哦，是很漂亮带有一点暖调的这种卧蚕打亮，然后再配上这个眼影，就这样子简单的。这个我等一下会去卸掉，可是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刚刚那一盘整个完成的感觉，所以我先搭配这支眼线液，看起来是双头的，一边是笔，然后一边是液哦。不过它这个液是有点像那种麦克笔，比较尖的麦克笔。我先用笔的这边好了，蛮滑的。然后还有 Tarte 的这个睫毛膏，欧美睫毛膏我都觉得不太妙，因为呢，他们一定是巨型像大炮一样的睫毛，而且呢还会不防晕。太恐怖了吧，比我眼睛还要大，大家请不要失望，为什么我开了欧美眼影盘又画出自然的妆了。别担心，因为我今天呢会试应该两三盘在我眼睛上，我等一下一定会画比较大胆一点的妆。那我先，好恐怖，我这睫毛膏到底怎么啊，连我原本睫毛就不短的人都觉得哇好难刷哦，要超小心的，感觉也不是很翘。好，那这样子呢就是 Ofra 的这一盘，就是刚好可以当修容，然后呢简单的一个颜色的眼影，然后金棕色的，然后再来呢打亮的眼头卧蚕，这样子也可以兼打亮你的脸。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简单快速的一个妆，如果呢你是想要那种多功能啊实用小盘，然后很简单的妆就好了，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实搭实用的。另外一只眼睛呢，我想要擦 Ofra 这一个完全是粉粉嫩嫩色调的，先刷色给大家看呢，刚好就是这边两个雾面的，一个浅的，然后一个深一点的，然后这种淡粉色的打亮，然后再来这个是珠光的颜色跟最深的颜色。好，这个呢我一样先沾最浅的雾面色把晕开，然后呢再沾深一点的，我简单画一下给大家看，这边再叠这个最深色叠一点，很显色，但是很晕得开的。然后呢眼中打一下这个，大概这样子，哇这样有浓了吧，再画一点下眼影，没定妆好就会有这种，这个是基线，这不是干，好像有一些人会想说分不清楚到底是干太干还是没有定妆好。那如果你是太干，那个线不是你推推推它就会好了，就是只会越来越干的样子，所以呢这样子应该就比较好分了。如果你是这种基线，那就代表说你蜜粉的量啊没有定得够仔细，然后足够的量在这里。那如果呢你是太干，就是当然保养啊或者是遮瑕的用量要调整，还是用这支当下眼影比较明显。然后最后粉色，再来又用这边的眼线液，哇哦，这种麦克笔式的我觉得比较适合画大胆的线条，不是那种细细一咪咪会方便的，你要画整个拉那种眼尾的。好，那这样子呢就是这盘的效果，两盘呢都是还不错。好，接着呢我又把眼妆卸掉了，然后想给大家看这两盘。这一盘呢我给它刷色就好了，因为它又是一个自然的一盘，我不能再上自然的颜色，这可能留到其他的画。我刚刚打开就闻到一股香甜味。然后另外这盘呢就是我今天想要挑战的颜色，因为比较五彩缤纷一点。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有跟大家说我圣诞节要画圣诞树的眼妆，然后呢到现在我都没有画，所以我今天在想呢我要不要用一点绿色，一样呢刷色给大家看。不过老实说呢，我一刷色我自己摸起来刷起来非常的明显，感觉 Ofra 它的质地其实是更好更细更贴的。好，那刷色完我决定了，我想要先以这个比较中性的这个棕色嘛，然后当个底，接着呢我想要用这个颜色或者是跟这个颜色一眼一支，先沾这个颜色，哇我就喜欢这种颜色单擦就好。拿个小刷画一下后面，再画一下前面，最后呢画一下上面，最后再拿上一支刷子稍微晕一点边边，接下来中间这边呢就准备上绿色夹在这里。如果还记得有看过我那几部刷花圣诞树眼影的人呢，在下面留言我爱你。再拿刚刚深色的晕开，然后下眼影也是用这个棕色，
它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色，然后重点就留成这样子就好了，下面不用再绿色了，前面倒是可以打一下眼头。绿色眼影呢，大概这样呈现可以吗？这样呢是我这只圣诞树的眼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眼睛变超大了，为了让两边不一样，但是呢要有比较和谐的感觉，我这边会一模一样的画法，只是把这个绿色换成这个蓝色。这个蓝色老实说很漂亮，有一点点带一点点紫的感觉。腮红我这边有一些选项，像这个呢是 Tarte， 看起来是时差的裸粉色。在 Ofra 这个呢也是很像是干燥玫瑰的粉色。Ofra 现在呢都出好像整个包装改版变得好厚，然后可是里面有个小镜子。再来这个也是 Ofra 的，它是腮红呢兼另外一个打亮，可是这个打亮应该是拿来可以当眼影的吧。然后这个粉子摸起来简直就是明显比所有人都还细腻好多。然后呢我其实还有这一大盘都是刚刚那个很细腻的腮红呢，它的六个颜色。我觉得绿色这边呢我试看看这个最浅，它呢是带有一点点珠光在里面的。好，另外这边呢我想试这个单色的，拉远比较看得出差异，浅橘色干燥玫瑰粉。再来呢还有他们这个打亮，没看过这个是新的吗？超显色，而且呢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偏光在里面啊，超饱和的打亮，但是可以把它晕开一点，就是这样子。其实也可以晕的淡淡的一层，但是呢它的金色对我来说有一点重。好，另外这个很可爱，它是有好多个颜色集合而成。这个呢是它这个小盘的打亮颜色。唇彩呢我有收到 Sephora 的这个，这一支不知道什么，也是护唇膏吧，然后也是紫的。 Tarte 的这个我感觉就可以试看看，嗯，它现在出的比较先进感了，压的吗？哦，按压的，哇，看起来好水亮哦，唇蜜感哎，它好像天气太热，有点整个融掉。我觉得刚刚那个护唇呢还不错，最一开始的，啊，这个真的有点像唇蜜用途的，因为它是软软厚厚，微黏，有一点疑似是杏仁味，其实颜色还蛮好看的，就是温柔知性 OL 的感觉，好，不会很黏，但是有一点点黏度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欧美开箱的妆容。最后一样总结一下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东西好了。我觉得第一个那个护手霜欸，如果它有其他口味我会考虑再去入手，觉得它还蛮吸收的欸，有柔嫩感然后又有吸收，但是呢同时不会说太厚的感觉。然后护唇膏我也觉得很不错，就是你单擦就有一种擦唇蜜的那一种油亮感，然后呢真的是也还蛮润的。虽然很可惜我不喜欢凉的护唇膏，可是呢它刷算只有一点点凉，然后等一下会不见的那一种，所以这个护唇膏一定也会留着继续用。再来呢刚刚提到的这个 Ofra 这一盘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小盘，其实它也不小啦，你看如果跟日系的盘比起来是两倍大，但是呢它就是可以当修容嘛，修容的颜色也还蛮不错的，然后呢这个又可以当那个很简单的最常见的那种金棕色的眼影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搭任何可能暖色系的唇彩啊、腮红等等的，然后单擦一个颜色呢就觉得深邃度还蛮不错，然后再来这个眼头的打亮也很漂亮，然后也可以当脸的打亮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盘呢算是里面我还蛮喜欢比较实用的。如果呢每天早上起床啊上班，然后你就可以不需要思考，然后就直接用它上这里上那里，然后最后上个腮红唇彩就可以出门，是不是感觉还蛮方便的，就眼影你不用东沾一个西沾一个这样子拿来拿去。另外呢他们的这一颗腮红我觉得颜色还蛮漂亮蛮气质，唇彩呢也是漂漂亮亮的，是我喜欢的颜色，只是现在好像就很少用这种质地，然后有一点微微的黏啊沾染，可是我觉得是还蛮喜欢它的效果。然后最后就是我眼睛上的这一盘，大家喜欢哪个颜色，绿的蓝的下面留言。那最后呢其实 Ofra 给我这一堆产品呢他们同时有给我折扣码，就是呢所有刚刚提到的品项都可以七九折，如果大家对 Ofra 产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使用折扣码丫丫，但是呢它是只有限时七天的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影片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